Hello，哇！我唔好耐冇 IG live，我唔识点样。有人啦。Hello，嗨嗨，我有冇声噶？可唔可以 check 下我有冇声？Hello，哎，有声。嗨，多谢。嗨，Cindy。Hello，Hi Mandy。Hello Atash。Hello Yuta。搞笑啊！你哋做紧乜啊？Hello 哥哥。嗨嗨嗨嗨！多谢大家今日生日嘅祝福，Hello 哥哥，Hello 阿佳，Hello Queenie，Hello 蔡 Sa Club，搞笑啊你哋，Hello Jove。哇，真係好多 friend 喎！咦，我要同步做埋啲同步空降超話，係啊，招呼下唔同嘅 platform 嘅朋友。幾時開演唱會？你好明顯係冇關注開我嘅喎。幾時開演唱會呢個問題？我都講咗好耐噶咯，已經。即係佢冇買飛，即係佢冇買飛喎。係咯，今日開始公開發售啊！但係係啊，不過就賣晒。賣晒，係啦。咁會唔會加場呢？研究緊。我呢度要點樣啊？呢度我呢度咁同樣大啦，家傾下偈，啊，hello 咁樣嘛，hello，撲到尾場飛，首場尾場飛，咁啊真係，暫時嗰一場係尾場啫，點知啫？唔係我講㗎吓，大嬸你唔好喺度。喺度 send message 啦，買唔到飛關我咩事啫？你買唔到飛唔關我事啊，我都買唔到飛，大佬。我啲 friend 今朝都要入去個網度撳，跟住個個同我講話買唔到，有一個買到一張咯。同埋我見到有啲朋友好搞笑，唔小心買咗。傷殘人士嘅座位，佢而我家見唔到，知點，你見到？好笑。係啊，今日三喜臨門啊，生日啦，演唱會啦，公開發售，同埋今日有新歌，你哋有冇聽新歌咧？影咗張圖啊，可以發。哦，咁核突嘅張圖。等先，等先，等先。OK。嗯，演唱會準備成點？其實我哋呢個演唱會係本身係我哋20周年嘅時候開嘅，咁但係疫情咁，所以開唔到。咁所以其實當時20周年嘅時候已經設計咗一啲內容咯，係啊，咁。總之而家如火如荼啦，又錄咗啲歌啦，咁應該會出隻 EP 啦，有 EP 添啊！係啊，會有 EP 啦，同埋而家啲歌都揀得七七八八啦，今次好犀利㗎，今次。
今次是簡直是煥然一新啊！不是煥然一新，是其實上次 LOL 那個 show 已經即我覺得個歌單是揀得很精咯。咁今次會同 LOL 好唔同，但係亦都係好精，因為我哋太多歌啦。一定會有一啲你哋想聽嘅歌嘅。而家係咪啊 ？LOL 非常正，係啊。LOL 都是暫時我和阿嬌最喜歡的一個演唱會，但是我相信接下來這個演唱會應該會是我們再喜歡一點的。是啊，我看到有很多，我有很多朋友 在外地的朋友都特地回來支持，多謝曬。哦，有人同我同一日生日喎，生日快樂！哈哈哈，個頭箍好靚啊！個頭箍係我上次同阿嬌去，我哋去台灣拍 MV 啊嘛。咁日日基本上都冇時間出去嘅，咁我哋就去咗兩間便利店。便利店都可以买到嘢，喺便利店买嘅。我仲送咗一个俾阿娇，同埋送咗一个俾阿祖。Hello baby， 我要 ，Hi baby， 你望下镜打招呼啊 ，Hello， 我要，嘿嘿嘿。你哋放工未啊？哈哈，系啊，我只猫好搞笑，系叫 Legu 啊。我今年收到好多生日礼物，话就话送俾我，但系其实系送俾佢。一阵唔会啊，今年生日正嘅，一阵间同屋企人食饭咯，喺屋企。咁今日就已經做曬啲工作啦，終於都可以投下。今晚冇開 P 啊，今晚同我阿嫲食飯啊。仲有13分鐘放工，好，加油加油。頭髮長咗好多，係啊，真係長咗好多啊！本來冇剪頭髮，我個髮型師話中意我長頭髮啊！你哋中唔中意啊？其實我都好想剪，不過佢話演唱會就唔好剪住咯。可能演唱會完咗，我唔知啊。咁樣咯，好唔好咧？都唔知啊，新歌好聽，係啊，我同阿嬌都好中意新歌。呢首新歌係一個全新嘅組合，係啦，有 Alex 風啦，馮漢銘幫我哋作曲啦，同埋仲有一個作曲人，佢哋兩個一齊寫嘅，同埋柏堅幫我哋寫個詞咯。個詞是基本上很洗腦啊嘛，同埋我覺得幾即係呢首歌 for twins 都幾新鮮，係啊，
好好巧巧，係啊，我練咗好耐啊。都 rap 好難啊！我係我即係未錄音練嘅時候係。是我特登教慢咗首歌的 tempo， 去慢慢練咯。會唔會有一個你哋會唔會搞一個挑戰，叫大家都試一下？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呢個挑戰。好難，我哋未學到啊！而家哎呀，練定舞先嚇都要噶啦。同埋我同阿嬌。今次啊，不過呢個未公布嘅，其實都唔使公布，使唔使公布咧？公布㗎咩啊？唔係我同阿嬌諗住咧，演唱會 ，hello， 諗住演唱會有 dress code， 今次個 dress code 就係大家可以扮翻以前嘅我哋咯，即係我哋啲造型啊。即係無論係誒，係啊，即係可以係演唱會嘅造型，可以係廣告嘅造型，又可以係電影嘅造型，又可以係 MV 嘅造型，咩造型都得，係啦。咁咧有驚喜，係咪幾好先？肯定笑爆嘴啊！正係咪？我見到我表妹話正啊，個 dress code。同埋其實咧，今次嘅 show 係即係大家都經歷咗幾年疫情啊嘛，咁終於而家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動啦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嚟我哋個演唱會嗰度玩翻一晚咯，可以好似抽離。去另外一個時空咁樣咯，好唔好啊？好咧。啊，山頂嗰啲睇唔睇到？梗係睇到啦。我哋會派一啲特派嘅人員去幫我哋去及，同埋我哋到時會有個即係會有個 cam 可以睇到大家。是不是挺好呢？很羨慕如果全部人做回 Twins 以前，我已經覺得不是，我已經覺得我的朋友可能會贏了。因為大家都很認真。不是啊，我那班癲的朋友很認真的，很認真的。我真的啊，我的朋友真的很認真的，你們一定不可以輸給他們啊。扮認真花好啊，可以的。你做邊個先？做朵花。做朵花。Horace 話好卷啊。咦，是啊，阿金華是不是講我們？是啊，講你們啊，就是講你們咯。你們不要太認真啊，給一些機會其他人士。多謝，多謝大家。贏了有沒有獎？總之有驚喜啦。有咩驚喜啊？唔係個，唔係啊！個問題係，即係嗱，你哋入嚟睇 show， 咁我同阿嬌就唱歌表演俾你哋睇啊嘛，咁你哋做翻少少嘢都得啩？就係佢哋唱歌表演俾你看。唔係，就係佢哋即係可以好悉心咁樣去打扮。咁大家一齊開心啊嘛，係咪先？可能唱下歌，玩 party 咁。唔係，可能唱下歌，忍唔住笑咯。到時，到時隨時可能遞支麥出去，要扮翻你哋把聲唱咯。嘉賓喎、啊，乜嘢啊？有冇嘉賓喎、啊？冇嘉賓啊！男歌迷怎麼辦？我有扮過男人的。
佢唔可以扮我嗰啲男人嗰啲嘅咩？男人扮女人扮男人，系咯，我都扮我男人啦。男人扮女人扮男人，系啊。好笑啊！琴日睇到有啲 fans， 佢哋话惊买唔到飞，跟住唔使惊定买唔到。唔系，我见到今日好多人买到飞喎。系啊，好劲喎！真系俾啲掌声买到飞。耶、yeah ！未买到飞嘅朋友继续加油啊！吓、啊，讲我啊？唔系，见到啲 fans 话喺红馆门口见啊嘛。我話紅館見啦，跟住紅館門口見，跟住新加坡嘅咧就帶啲班蘭蛋糕喺門口，咁有啲咧又唔知帶啲乜嘢嘅特產。牛肉面咁樣。係啊，大家喺紅館門口交換食物，好搞笑喎、哦！喂，大嬸做嘉賓喎、啊、？OK 喎、哦。上次大嬸已經做咗一次嘉賓啦，就係、是、我老豆生日。特別表演嘉賓，不如扮 Kenny， 點扮啊？咁靚仔，好難扮到佢喎，唔會有人扮到佢喎。你话俾人哋听，你呢个造型系去睇演唱会，咪唔惊俾人捉咯？啊，惊俾警察捉咗。嗯哼，我哋有呢个造型系会俾警察捉噶啦，冇啊，会唔会佢扮太丑啊？系咯，系咯，唔系你着校服都 OK 啊，系咯。咦，有人嚟喎、哦？边个？哇 ，Hello， 系我嘅同学啊。Hello， 哇，咁靓嘅。我有装饰啊。哇。摆住喺后面。哇。飞唔飞得起？好笑啊！你啱啱仲喺度复紧个 live。哈哈哈。紅館門口打邊爐有電咩？夜市咯。哦。誒，多謝大家生日嘅祝福。有好多人都今日生日啊！咦，系咪阿嫲佢哋到啦？咁早？系喎，系啊！哇，喺我啲屋企人到啦，原來。嗨！嗨！我老豆啊！阿嫲。Hello， 嫲嫲。Hello， 叔叔。Hello， 姑媽。Hello， 嬸嬸。嗯。快啲宣布加場，呢唔係我控制喎、啊，大佬，我都想啊！你係想睇幾多場先？嗯 ，Hi， 係啊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鄭敏慧同你講 Hello 啊！邊個？我做緊 live 啊！而家邊個同我講 Hello？ 沙巴嚟唔嚟 say 個 hi 喎、啊？我即刻要整你啊！Hello， 哎呀，哎呀，撞我个头，撞咗你出去啊！系，边个嚟噶？咩 ？IG Live 啊！哦 ，Hi。Hello， 总之今次啲歌包有惊喜啦。啲人話新歌好有難度，而家只識得叮叮叮嚇，好靚靚靚，靚靚靚，叮叮叮，係啊，係有難度噶。唔知邊個話如果一條
容易的路和一條難行的路，一定要選難行的路啊。是不是很有哲學呢？嗯 ，Hello， 万米高，好耐冇见，系啊系啊，知啊，我都好想加场啊，呢啲等公司会宣布噶啦，嗯，好似我大部分见到你哋打嗰啲歌。好似有九成都會唱，咁叻嘅嚇！我覺得你哋今次個歌單都算係比較新鮮的，係咪咧？梗係啦，但係亦都有大家想聽嘅歌喎。點解咁奇怪嘅咧？生日的祝福，多謝大家。你又望下呢度啊？好。嗯。呢一堆歌，有啲有唱噶嚇。阿祖入咗嚟咩 ？Hello， 阿祖。哈姆太郎。哈姆太郎。哈姆太郎啊。哈姆。好多人中意噶，估都估唔到。好中意噶。估都估唔到啊。Hello， 阿祖。Hello， Canvy。會唔會打側手翻？嗯，唔打我戒燈。唔打你哋戒唔戒燈先？你知道我哋都嚇、啊、有翻咁上下年紀啊，雖然都打到，雖然都打到，但你哋想唔想睇啊？嗯。喂，有人同你示爱啊，大婶。嗯，我嫁咗啦。抢到三日呢、這个人。咩啊？咩啊？犀利啊！抢到三日啊！一日都抢咩啊？抢我抢三日抢一日。我抢咗三日，一日都抢唔到、哦。你以为？我以为佢咁劲，抢到三日。系啊。系啊，我啲 friend 都。搶了很久的嘛，我們員工搶都搶不到，自己的link都搶不到，為什麼？太多人搶了，我們集團員工太多人，是啊，我們都想開 sidetrack 的演唱會，哎，搞了這壇事先啦。嗯哼，嗯，點解會有人話今日好易搶嘅？即係有啲人真係好多都買到喎，見到，唔知咧。嗯 ，side track 就遲一步啦。慢慢嚟啦，好忙啊，大佬。加110几十场，
會唔會要咗我條老命啊？阿超話佢身邊都冇人買到喎。喂，咁真係買到嗰啲人真係好叻喎，咁犀利。好啦，我啲屋企人已經到齊啦，我要離開啦，唔係我要走啦。顏子都入咗嚟喎，哇，勁啊！顏子啊，俾我看呢。顏子要來了。啊？我覺得顏子要來了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喂，咁我就去吃飯啦，唔係即係而家未吃得，即係我要去準備準備，唔好走咁快。咁慢慢走。咁樣。係啊，多謝你哋生日祝福，下次再見。喂，點生嘅我哋？我唔識生啊。交叉就得㗎啦。哦，好啦。拜拜。